他不回来了，干嘛去了他呀？这样也好。哎，不是，你让他回去。回来。哎，往里走。你是在自拍吗？啊？你是在自拍吗？没有啊。你上去吧，你上去吧，你们俩骑车走吧。这没气儿了，是吧？这样坐吧。不行，啊，作为一个爷们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坐着呢？这样坐吧。啊，对。等会儿。哎呦！哇！走吧。你还朝前坐吧，要不然一会儿拍的时候再朝后坐。你现在朝前坐吧，不然你该掉下去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往前开就行了，往前骑，骑不动了这儿，走吧，啊，没事，有气儿，走吧。拉，带不动，我来骑过去。你带他。哎，骑过吗？先骑过去。还嫌人家沉。你带上，带上，你上去吧。刚才有一坡。走吧。一二三，走。走吧。哎呦我操，太飞了，太重了。你自个儿骑着走吧，你自个儿骑着走吧。车都飞了。你自己骑着走吧。柴老师太敬业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熟悉的柴老师物理娇娇。我身后走着的人就是康庄。哎，这是假糖葫芦吧？假的，好像假的，好像就专门拿来摆拍用的吧。怎么了，乌力海？你在看什么呢？走。
骑的也是有点儿。这个眼镜小全挺好的。看他呢，再看他，再看他。你看他，对。哦，对对对。嗯，你好。你吃着糖葫芦要看，你要吃着糖葫芦看他，就有一种小样还给我糖葫芦呢，这种感觉。哎呦，来我给你演。他不能吃，这个是掉地下的。你去看他。你不是你别拍我，你要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吃着糖葫芦嘛，然后。好甜呐！你吃着糖葫芦有一种。为什么做出来明明是想做贼一样？来，龙哥，刚才那我好想给你发日常啊，我不行了，刚才那段是，然后看他，好了吗？哎，我他要不要一个手抓住他的手这样啊？对，抓着他的手，那只，对。对，这样，因为你这样好看，对，这样你有一种感觉。小心小心，先让人家过去。但是不小心抓到他的手。淘气一样故意的过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非常好，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。